有一个好的表现来回馈大家。我认为自己是北京，也是自己第二个家乡。九月二十六日，WTT 北京大满贯资格赛正式开打。今日资格赛的名单随之被公布。在公布的赛程安排中，我们看到今天将有十三场对阵外协的比赛。由于是资格赛，大家喜欢的乒乓运动员名将并没有上场，他们将会在第二场的正式赛上现身和大家见面。 与此同时，备受关注的乒乓球运动员大头今日接受了媒体的专访。几十秒的视频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头。在今天的采访中，大头呼吁长的第一句就是感谢所有球迷，从以前截止到现在对他的支持以及不离不弃。球迷的付出，他也是看在眼里。他直言，从很早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支持他的所有球迷。 虽然在打球过程中有很多的喜悦，同样也有很多的遗憾，但是球迷们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，让他感动不已。也正是因为球迷的这份支持和自己不懈的努力，才让他每次在球场上都能尽情地发挥自己。同时，王楚钦表示，自己一路走过来，来到了国家的一队，这中间有很多的分水岭，高手如云，但是他很庆幸。 自己没有被这个时代所淘汰，能让喜欢他的球迷一直看他自己打球，能够收获到大家喜欢。自己以后也要好好的努力，让这份喜欢可以继续下去。在前两天的时候，大头莎莎两个人一起参加完活动，并且晒出了现场图，但是却被有些人恶意评价，无奈的大头只得关闭了评论区，而却得到了央妈的力挺。 杨妈表示，希望你们在追梦途中永不放弃，做自己的英雄。社交平台也大力出手，凡是发表不良言论的账号，统一全部被永久封禁。而看今天大头的采访，首先就是感谢那些真正喜欢他和支持他的粉丝，足以看出他不受这些事件的影响。大头在追梦的路上继续远行，果然看懂王楚钦的双标。 才明白他对小豆包的偏爱有多明目张胆。赛场之上的王楚钦霸气十足，赛场之外也总是一副酷帅拽的架势。不管是在赛场上，还是在观众席下，听到自己的名字总是面无表情、没反应。但是只要一听见莎莎的名字，那可就不一样了，嘴角上扬的速度简直比他发球的速度还快。某次颁奖仪式上。 他给队友递话筒的时候，那个距离感拉满，保持的比球台两边的白线还清晰。但是轮到莎莎，那可真是变了个人似的，不仅笑容满面，就连动作都温柔了不少。教莎莎弹吉他，先检查自己指甲是否太长，千万别伤到妹宝，后才直接上手。让王大头夸一下别的女生，王楚钦对别的女队友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是，一说到莎莎。 那可是赞不绝口，恨不得把莎莎夸上天，就连眼神里流露出的骄傲和宠爱，都像极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自豪感。偶尔和别的女队员打混双，那距离感保持的比打正手、反手还熟练。庆祝时连个击掌都像做任务一样，点到为止，一闪而过。再看和小豆包一起混双庆祝的时候，大头那固守的男女授受不亲立刻消失，有目共睹的要捏脸。 拥抱、握手，样样都不落下，甚至小手一握不愿松开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赛后合影，王楚钦直接喊着莎莎拍照，而对林诗栋则是挥手示意离开。这待遇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，难怪大家都说王大头也太懂双标了。面对采访，别的女队友夸大头球打得厉害，人踏实还长得帅，乐得大头谦虚推脱还可以。 换成小豆包这样夸赞，大头心里早就乐开了花，嘴角上扬的弧度比 A K 还难压。在观看队内比赛时，王楚钦对其他女队员的比赛态度就像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，但每次只要莎莎出场，他就会变得特别安静认真，心里早已经默默祈祷莎莎必胜。果然，大头的偏爱都给了小豆包。从这些细节中，我们不难发现。 在国乒队里，除了那些辉煌的成绩和荣誉之外，更多的是队友们之间的温情与感动。王楚钦和孙颖莎这对天选混双，不仅仅是球场上的最佳拍档，已经是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们之间的默契与情感，让这个团队不仅仅是一个竞技团体，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巴黎奥运会上，国乒的表现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。 他们用汗水延续了我国乒乓球项目的传奇，也用实力创造出了新的历史。因此，乒乓球也自然成为了我国重点关注项目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也成为了我国的重中之重。此次奥运会，我国多数运动员可谓是收获颇丰，但同时也见证到了各国选手的实力。经过这次大赛。 运动员们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。奥运会虽然已经告一段落，但我们的训练并没有松懈。如今，国乒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大家对国乒重点培养的选手也比较好奇。而这五位或将成为未来国乒的主力选手。随着新秀的崛起，一些老将也可能陷入两难。林诗栋这名字，如今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。 他是我国一名年轻的男乒选手，如今十九岁的他已经参加过很多大赛了。他在大赛上的成绩十分优异，手握多场比赛的冠军。他的年纪虽小，打法却非常沉稳，也正因此他在赛场上的发挥极为稳定。进入国家队至今，他的大赛经验非常丰富，心态调整方面也比较优秀，算是新秀中较为优秀的存在了。 他的身形跟樊振东有些相似，看着有些微胖，不过他的打法十分强硬，力度十足，因此不少对手都难以招架住他的攻势。林诗栋可以说是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运动天赋，父亲也及时发现了他身上的潜力，于是便送他去学习乒乓球。十岁时，他便成为了省乒队的一名球员。 并且当时的他还是球队里年龄最小的球员，十一岁他便开始参加各种比赛，不管成绩如何，他因此积累了很多的比赛经验。后来他凭借着出色的表现顺利进入到了国家队，巴黎奥运会他也进入了现场，长了不少的见识，虽然是以边外陪练球员身份加入了团队。 但这次经历也将对他的成长奠定很大的基础。从这里也能看出，未来或许也将会成为国乒的主力选手。希望他能好好训练，期待他后续的精彩表现。前天一是我国一名优秀的女乒选手，她进入体坛也让人感到些许的意外。她的父母都是从事文艺类的工作，父亲更是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家。 虽然在艺术的氛围下长大，但他却对体育情有独钟。父母也比较尊重女儿的想法，并且支持女儿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展。他也因此顺利地开启了自己的乒乓球生涯。从小，他便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。十三岁时，他便入选了国家队。此后，他也是用自己的成绩在国家队站稳了脚跟。 而如今，她也是顺利地成为了国乒的重点培养选手。今年一月份，她在 WTT 球星挑战赛中荣获女双冠军。如今她进步飞快，个人能力也提升了不少，并且她的年纪也不算大，将来还有很多机会登上更大的赛场。希望她有一天也能在奥运的赛场上大展拳脚。向鹏也是一名年轻国乒球员。 从小，他在练球的时候就十分的刻苦，并且在多场比赛中，他都打出了亮眼的表现。也正因此，他身上的潜力也开始被发掘。不出意外，他后来也是顺利的进入了国家队。他深知成为国乒选手只是开始，他并没有因此而松懈，而是更加努力的训练，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。在训练时， 他攻防两端都比较注重，比赛时他的综合实力也逐渐展现了出来。如今年纪轻轻的他，已经可以和樊振东打得有来有回了。虽然两人的实力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，但如今的向鹏还年轻，属于他的机会还有很多。希望他也能把握住机会，积极训练，提升自己，早日跟上马龙、樊振东这些前辈的脚步。 也希望大家能多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。丁一杰被视为乒坛界的神童，甚至圈内人称他为“小魔王”。毕竟如今的他才十六岁，就已经进入了国乒青年队。那么小的年纪就能在国乒立足，由此也能看出他的实力。虽然如今的他，不管是排名和实力，都比不上孙颖莎和陈梦。 但是他的实力已经比很多同龄人强不少了，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也能拼下自己的一片天。如今的他这个年纪还能很大提升的空间，将来个人实力和成就能有能到达什么位置，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努力。不管怎样，如今来看他也算得上是国乒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丁怡杰不管年龄还是如今的训练条件，他都占着不小的优势。 希望他能不负众望，早日为国出征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蒯曼这个名字有些许地难记，但是他用表现让不少人记住了他。如今二十岁的他，身上的潜力和上升空间非常大。年纪虽小，却创造了不少的奇迹。曾战胜过国乒主力选手王曼玉，那场比赛，他也用惊人的表现获得了大众的认可。 就连现场的观众和运动员也都为他送去了掌声。不仅如此，他为人做事也十分低调，即便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，他也不骄不躁。不管局势如何，他表现的都非常沉稳。这个年纪就能保持如此好的心态，颇有大将之风。如今他的实力也在稳步提升，大赛经验也比较丰富。我国女乒也比较需要这样的选手。 蒯曼自然也成为了国乒的重点培养选手。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，将来她也能手握多份荣誉。如今，她已经开始在各大赛场上展示自己了。